李爱国，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爱国，今天是中外美术比较，呃呃，肖像画部分的第二讲，中外美术比较课程。 一共分三十二讲，它主要是从历史化、呃人体化、肖像画、鞍马、山水与风景画等几个方面，对中外美术作品进行分析比较。人类呢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饥饿，一个是情感。由饥饿呢引发出来对于工作和科学的那个发展，由情感呢。 而那个引申出艺术。那么，当人类呢从那个早期的洞窟当中用壁画啊，就是把他们的所见所想啊，这个表现了洞窟的时候，那么就标志着文呃，标志着我们人类已经摆脱了啊早期的啊这种那个呃处于那种呃比较低级的啊这种那个动物的行为。当我们那个当我们艺术家。 那么，或者是画家开始有意思的把自己的思想，啊，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啊，通过这种那个绘画的形式，在画面上表达出来的时候，啊，实际上呢，就是已经带有某些那个啊这个表现性的成分，啊，说明我们人类呢，就是已经开始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那么，呃，当我们这个面对着同样的一个事物，啊，特别是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看到肖像画的时候，啊，就是面对同样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事物，那么每一个人啊，他的理解啊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中外的艺术家，那么在表现肖像的时候，啊，除了呃，在那个表现他的那种特征、他的刻画、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方面，那么在形体塑造的一个很重要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把。 靠近我们最前面的物体啊，这个形体一定要给它表现出来啊。通常来讲呢，在那个正面或者是半侧面的时候啊，就是稍微偏过去一点，哪块形体距离你最近，那么一定要啊花大的精力把它表现出来。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个，这个在那个鼻子的刻画上啊，鼻子的刻画呢，它就是最为精到，因为那个我们那个真实地感觉到这个鼻子和那个下面的人中。 啊，这种很微妙的，大概有一个多厘米的空间，啊，给它表现出来了。如果要是最前面的这个形体，你那个在那个刻画，比如说的它的真实度，或者是它的那种立体感，一旦能力达不到这么高的话，画家就应该以前面的最前面的形体的刻画基准为那个警示，然后呢，有意识的把后面的这些刻画给它省略啊，或者更加简化。 这样同样的，仍然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画面，啊，这个画面呢，呃，就是我们看起来仍然是非常简约，啊，非常简约，背景呢和那个整个的衣服的部分，就是身体的部分啊，融为一体。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在一个白色的啊，这个不规则的几何形当中啊，所包裹的一个啊皮肤色，所以说呢，呃，看起来非常舒服。 这一幅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这幅表现那个贵族女子比较高贵的这种那个侧面像，这个像呢，那么它有一点，它是和那个罗马的艺术家是相同的，就是那个对于人的个性、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刻画，比如我们在看到这个嘴和鼻子啊，尤其是那个极其薄的嘴，这个上下嘴唇薄的几乎令我们难以置信。 那么，那个艺术家在肖像画中应该所关注、所挖掘的，就是把这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差异捕捉出来，然后呢，并把它突出的表现出来。这一幅画呢，除了在特征上啊表现非常独到以外，在那个形式感上处理的极其到位。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这个这个侧面的图形，图形的话，头部的图形。 的几何形和那个脖子非常修长的这种长长的这种圆柱形，再加上那个脖子下面胸的几个那个它的形状轮廓，所以说那个形成了这张画的一个那个特有的美感。达芬奇的自画像，达芬奇呢是一个多才多艺，而且那个不仅是在一个学科，甚至是那个他在他钻研的数个学科当中，如果单独拿出。 一个学科的话，那么他都会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家。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睿智的老人自己给自己画的自画像，这个那个特有的极其聪明的大脑上面的这个头盖骨这块容量特别大，非常深邃的目光啊，充满了智慧。所以说眼窝这块呢，这种那个深度啊，似乎那个就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如果从侧面看下去的话， 啊，似乎像走台阶一样，从额头一下子啊下一个台阶进入到眼睛，眼睛呢被那个额头下来的暗影所笼罩，但是里面呢，这个这个目光炯炯有神。那么那个达芬奇的这件肖像素描，就是把达芬奇的这个追求和他对于这种那个肖像画的理解，以至于对整个艺术的理解，完整的表现出来。 达芬奇认为呢，这个亮部和暗部不应该有一个那个就是过于强烈的过渡，而是那个应该柔和的、自然的，而且呢，应该像一种烟雾一样的缓慢的过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达芬奇，他这个对于素描或者是造型的理解，在这幅肖像当中表现的非常充分。 同时呢，在那个体积的关系和线条这个表现方面，这张画呢也是一个那个非常好的范例。那么我们都知道，西方绘画呢，它是主要是以那个光影，就是那个表现明暗作为手段。但是在这件作品里呢，我们会发现它的那个画面里面线条的部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一幅呢，把线和面非常好的结合。 把那个光影，啊和那个线条，巧妙地加以结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这个那个胡子的处理，胡子的处理呢，首先是分为几个那个呃几组有序的组，呃哪一组的胡子距离我们最近，而且那个他们这种非常巧妙的这种形体的变化，实际上呢，主要是通过线条来表现出来的。达芬奇呢这个作品里面。 实际上呢，我们看这个肖像非常深刻，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调子，绝大多数，特别是那个在胡须、在那个头发大面积的调子是透明的，而且这个调子呢，它是上在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它沿着一种简单的几何体的最基本的明暗交界带，呃，只关注在这个地方，而且呢，把这个地方的调子画得很认真。 比如说，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画面左侧的这个胡须这块胡须这块呢，实际上它也是把它当成一个球体，球体的明暗交接带，它是应该是第一远离高光，第二一个呢有一个缓慢的过渡。所以说呢，它这个胡子就是在这一带这一带的位置，把前面当成一个球体，然后然后交接带就是沿着这一带来画，同时呢，他注意到。 暗部的反光，所以在交接带的后面呢，它暗部画的并不是很暗，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件作品呢，画的又响亮，又深刻，但是呢，它的那个调子似乎看起来很轻松。那个这是一幅那个沿着几何体在明暗交接带大量的使用调子的一个那个典型的范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性的头像。 女性的肖像啊，它的整个的部分是作为一个球体，所以作为这个球体呢，那么它的交叠带呢，正好是沿着连那个颧骨一直到下巴这块儿，完了上面一直过渡到头发这块儿。由于这种那个光线是从它的那个侧上方来光，所以说头发这块儿相对来讲呢，这个交接带它稍微的淡一些、虚一些啊，因为由于光线的影响。 从这块开始以后，逐渐逐渐的加重，然后那个这个交接带呢，作为一个球体啊，非常缓慢的过渡，这块都是反光，啊，所以那个你看这个肖像呢，画的非常美，啊，画的非常美，而且呢，在那个不多的调子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表现人物的面部，面部的这种结构画的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入。 这是一件那个非常典型的、真正意义的世界大师级的素描，《岩间圣母》。《岩间圣母》呢是他的一件那个很重要的作品。这件作品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出那个达芬奇对于他所表现的人物那种那个与众不同的这种光线处理。这张画呢，首先在明暗关系上，它有着一种那个以暗部占画面的绝大多数。 所以那个我们看起来有一种非常神秘分量感，非常重。如果要细心的话，把那个两个圣母和两个那个孩童，就是我们在那个光源上，我们那个细心的加以揣摩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个达芬奇，他有着一种与其他的艺术家那么那个完全不一样的用光方式。这种用光方式呢，就是既不排斥对于光影的这种那个。 大面积的使用，但是那个它在光源上，在光源上呢，就我们看到，它不同于其他的画家，一个光源，而是采用一种近似于人造光源，或者是一种多光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画面中间的那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显然他的面部五官的地方是在那个亮部，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把他的那个呃五官的特征或者他的美感。 得到那个比较鲜明的体现，从这块开始，然后开始进入暗部，因为只有从这个颧骨这块开始进入暗部以后呢，是反映这个体积的一个那个最佳的角度。那么，当那个中间的这个人物呢，就是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在正面打光的基础之上，稍微向左偏离一点的光源，所以那个啊，它会导致这一块啊，呃，这个有一点。 这个暗部，但是呢，我们顺着这个视线再转到画面的右侧啊，右侧的这个圣女这儿，这个光源呢，这个时候已经变了，似乎呢，这个光源由原来的正面开始又回到了，就像它的前方的侧面，那么就是向左侧，从左侧打过来一束光，而那个它的明暗的部分也是正好落到颧骨这儿，形成一个明暗交界带。 那个这种使用光源的方法啊，它是什么地方？我对这个形体啊表现最有利，所以呢，他就把光源打到什么地方？我们如果试想一下，如果要是那个，如果要是那个按照中间的这个人物从正面啊，正面偏左一点，然后形成一个主光源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画面右侧的这个这个那个圣母啊，她呢就是脸部的。 亮的面积，于是就过大了啊！就是原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应该是啊，处于明暗交接带或者是暗部的地方，现在就开始变亮了。这种变亮以后呢，就会势必导致啊，它两个图形之间，那么这个人的脸上的亮块儿啊，过于突出。现在实际上两个两个小孩这种那个光线的渐变啊，我们细看起来，就都处理的非常好。 处于画面左侧边缘的这个小孩呢，他是那个虽然距离我们远，但是他的那个光线，他离光源比较近，所以说他的亮度大大的提高了。然后光线从亮到那个逐渐逐渐减弱，一直到距离画面右侧的，但是应该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儿童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光线已经大大减弱了。那么那个《岩间圣母》呢，就是这种表现手法。 啊，在那个达芬奇的啊，达芬奇的其他的一件作品，就是表现圣母子的这种那个表现方法再一次出现，甚至出现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光线，这个这个光线呢，就在我脸，如果我向这面转的时候，是从这面来光，但是呢，从这面来光，如果我如果从这面来光的话，我的可能是右腿的膝盖，可能这个球体就完全处在暗部当中。 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不利于他的表现。怎么办？再在这一侧，再给我这个膝盖从这一侧来打个光，然后呢，正好把这个膝盖的球体啊再表现出来。所以那个就是优秀的艺术家，那么他们是啊，他们是真正的啊这种那个光光的主人啊，他们可以自由的啊这种那个驾驭光源。像达芬奇这样的这种伟大的艺术家。 他们在那个处理轮廓线上，他们是那个就给我们后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说这个轮廓线的这个线条的虚实，它是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那个圣母的形象，从上面的头发，上面的头发呢，尽管某一点上应该是更清楚一点，特别是在阳光的那个直接照射下，因为它直接面对光源，但是由于那个。 画家呢怕头发过于突出，把它给弱化了，所以这个线条呢，那么一旦进入到额头的时候，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反差特别强。但是呢，在进入到那个就是画面左侧的远处的眼睛的时候，由于它距离我们比较远，那么这道轮廓线呢，它变虚了。在左侧的眼睛，由于那个鼻梁是在眼睛的前面，离我们更近，这时候呢。 这个那个鼻梁的轮廓线开始逐渐逐渐的又清晰了，但是这个清晰呢，已经跟额头的这种清晰度相比，已经那个受到了减弱。然后它的最高点一直到鼻头，从那个鼻尖儿的部分向下开始进入暗部，暗部以后呢，呃，然后然后那个经过那个上嘴唇，上嘴唇尽管有一些个别的部分是在那个。 亮部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这个形体是那个有一种这样的关系，就是向下的这种关系，这个时候已经渐弱了。这会儿在那个这个跳跃到下巴，下巴呢下面是暗的，于是那个这个下面的皮肤这块正好又是亮的，就是那个你看这种轮廓线的这种那个忽明忽暗、忽出忽细啊，这种忽虚忽实啊这种变化。 那么是我们那个，呃，表现啊，表现这种那个人物画的一个那个重要的法则。这是那个呃著名的啊《蒙娜丽莎》。蒙娜丽莎呢，这个作品啊，应该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这件作品呢，什么时候去看，什么时候呢，就都是呃画的前面就都是挤着上百人。 呃，很难那个挤到那个跟这个画很近的地方，而且呢，有两个工作人员，这个始终是站在这个画的旁边所以是如果要想和蒙娜丽莎合影的话，这个太难了。即使是你等到卢浮宫已经开始那个闭馆了，而且那个想那个等到其他的观众都走的差不多了，想和这张画想单独拍一个照片的话，那么也非常难，说明那个蒙娜丽莎。 他所具有的这种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个《蒙娜丽莎》，据考证呢，画的是乔孔达夫人，一个有名有姓的。大概画他的时候呢，是三十多岁，是那个那不勒斯人。达芬奇呢，在那个你看这件作品里面，那么体现出来了达芬奇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那种理性，就那种神秘，就那种那个朦胧的感觉。这个画呢，成为那个。 欧洲肖像画的一个那个典范，这张画呢，就是我们不单从那个画面上看到艺术家对每一个形体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微妙的差异，并且在这这个差异当中呢，透露出一种整体的感觉，而且那个就是达芬奇的笔下的这个蒙娜丽莎具有一种迷人的微笑，这种微笑呢，那么那个倾倒了无数的观众。 比如说，在这个画的面前，你会发现呢，如果你注视着这张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站在画的左侧，还是中间，还是右侧，似乎是蒙娜丽莎的眼神一直在看着你。所以说，这张画呢，是一个带有着某些特殊神秘色彩的啊一件作品。这个蒙娜丽莎的画像，那么也给我们那个呃，就是啊，在那个在人物的面部轮廓上。 啊，在处理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规范。这个规范呢，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啊，在通常的情况下，那么人的那个面部啊，它的左右轮廓的处理啊，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够啊。换句话说，通常的情况下，不能够把那个左右的轮廓处理的同样的清晰。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蒙娜丽上啊这幅画呢。 就是那个在画框的左边缘，它的轮廓相对是清晰的，尽管也是虚实虚实的，沿着这样一条那个韵律。那么在那个画面的右侧啊，画面的右侧的轮廓相对的来讲，它就是整个的，就是虚处理。这张画呢，在那个实际上，在它的背景的处理呢，也是非常特殊的。细心的观众呢，可能会看到这个画幅呢，它的人物的左右两侧的背景。 那么他的那个视点，不是出于一个视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呢，至少是画面的左右两侧的背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那么那个所有的这些呢，都是达芬奇在这张肖像画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处理。这是那个文艺复兴三杰的那个拉斐尔啊，拉斐尔呢，他是以他的一种那个唯美、平静、和谐在画坛上享有盛名。 拉斐尔呢，对于那个十九世纪这个英国的一些画家，对于那个安格尔等等的啊，那么都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披萨女郎》这个画呢，就是我们在那个通常的情况下，当那个作为一个肖像画表现到胸部的时候，所那个习惯性的处理，这种处理呢，就是当你的那个面部如果是朝着一个方向的时候，身体呢。 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转适当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脸啊是在那个基本上接近于正面偏一点的情况下，但是那个它的那个这个胸的部分，实际上呢是朝画面的纵深、画面的左侧那块啊微微转过去。正是由于这种这个胸和头那么产生的这种在运动、在那个它的这种节奏啊，在空间当中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呢。 会使画面产生一种纵深感。当然，有的观众可能会想到，如果是没有这样的处理的话，啊，他可以用明暗也能做到。毫无疑问，用明暗呢、呃，啊呃是可以啊，使画面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但是那个呃，这种结构的处理和用那个光线的明暗或者虚实来弥补的话，那么它得在画面上啊效果。 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这个手，大家注意看一下那个手，这个手呢，这个透视的角度和蒙娜丽莎非常相像。一般的来讲，这个胳膊啊，当这个当这个脸是正面为主的时候啊，通常来讲，不管是在左侧还是右侧，这个手呢，一定要一定的啊，呃，处在一定的透视的角度当中。 如果是要这个手也是平的，像我现在这样的，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呢，呃，画出来就比较呆板啊。这种表现形式，我们会很快的在那个呃，就是后来啊，成为安、啊，成为那个拉斐尔的这个一个崇拜者啊，这个安格尔的画像当中会找到啊，会找到。这个呢，特别是这个纵深的，出于纵深角度的手，这个手呢啊，一下子啊就把那个胸。 像那个画面的、画面的这个深度透视的关系啊，一下子给表现出来，以此呢形成脸和胸啊两个产生呃不一致的，而且那个成对比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表现手法呢啊后来呢不断的啊出现在啊这个大量的肖像画作品当中。在肖像画作品当中呢，像那个安格尔这张自画像。 这种那个处理的手法啊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处理手法就是那个通常来讲，把那个脸部虽然是作为亮部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把脸部作为最亮，而是以一块那个形状比较不规则的图形啊，就是白色的图形，比如说出现在领子的位置，然后那个作为第一亮，脸作为第二的亮部。 那么那个你看这种白色呢，就是我们会会那个很快的就从啊这个画面右侧的那个人物的左手啊袖子那块袖口那块啊，就得到一个非常小的这个与那个肩部领着这块完全不一样的形状和面积，这个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么一块补充，而且又在右手的手上拿的这个器物上，那么又又是一个白色色块的延伸。 这种延伸呢，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在那个它的大块儿与小块儿之间的这种那个美感的形式的对比，而且那个这个，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领子的下面，领子下面的这块儿呢，正好是指向两个手放的位置，这块儿的形状啊，恰好如那个就像我们在高速路上一个那个交通指示牌一样，迅速的啊把它引向另外两个，另外两个那个。 几何形啊，以此呢，这个获得画面的一种均衡啊，这种这种表现手法啊，成为那个后来的艺术家经常使用的。那个今天我们讲的是是中外美术比较啊，中外美术比较肖像画的第二讲啊，这节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